哎呀，你轻一点。满意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是他强迫你的。对对对，真他妈！就睡你的女人，废物！两情相悦的事情，怎么能叫强迫呢？林少爷可比你强多了。然然。 我妈病了，她需要这笔钱。好过，大力，你这些年像狗一样在外面流血，也就赚了几十万，早就花完了好吗？有你这样的窝囊废儿子，死了才好啊！拖出去，别耽误我办事儿。嗯， 有你这样的窝囊废儿子，死了才好啊！这样让你付出代价，无疑是愿。大人，非你东西人心和预知未来的能力，祝你好运。我给的太少了，你看什么？竟然拥有读心术！妈的，瞄着这小子伤口来个狠的！ 我会给他开瓢吗？你看什么？马上离开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你没事吧？多能啊！预知未来。 哎呀，这么大的方块，再加上上亿吧！你睡我的女人，那我就断绝你的金额财力。滚滚滚，到别地儿要饭去啊！真他妈晦气！老板，这个东西多少钱？这个东西多少钱？ 我这儿随便一样东西你都买不起，快滚！我有钱。巧了，你手上这东西啊，20,000块。老板，这破玩意儿也忒黑了点，差一块钱行吗？穷狗该滚哪儿去滚哪儿去，你少一分都不卖啊！大哥，我分给你。谢谢你，老板，钱够了。 睡我的女人，断了我的金额财运。今天碰着一傻子，20,000块钱买了一个垃圾。哎呀，这么大的方砖！哎，小兄弟，你东西不能拿走啊！老板，钱货两清，概不退换，怎么？您当着李会长的面，脸都不要了？李会长，你就看在他在您的地盘上混了规矩吗？ 等等，买定利手，这是我定的规矩，您理解吗？是是。您是怎么认识我的呀？李会长，您大名鼎鼎，我怎么可能不认识您？我有一笔交易，就当您带。好，我喜欢聪明人，钱再多，再有命大。先生，怎么称呼啊？我叫玛丽，李会长，这个东西您出个价，当场把钱转给我，这个东西归你。 现场，年年轻轻，有魄力，前途无法估量啊！吃饱到账，我的一个亿呀！李会长，那咱们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对了，李会长，提前祝贺您高升，但人死一切都是浮云，您万事小心。小丽，你给我站住！ 你还有脸来找我？你还想拖累我到什么时候？赶紧跟我去民政局离婚！你还想拖累我到什么时候？赶紧跟我去民政局离婚！听我一句劝，我可不是你这种货色能够配得上的。当初嫁你啊，是因为两家订婚没有办法。现在你应该知道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赶紧把这个离婚协议签了，我可不想在你这个废物身上浪费时间。
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没去医院？哟，这还没离婚呢，就上赶着来了一个陪嫖客。对了，你不是没钱给你妈治病吗？来，这2000给你，给那个老妇死呢，续上几分钟。顺便请你和这个陪嫖客吃顿好的。木然，总有一天会让你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的。 你个废物，竟然敢口出狂言！哎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反了你们了！林少，他打我，弄死他！弄死他还不跟免死一阵蚂蚁一样简单？何必让他的血脏了我的手呢？也是，他和他那个老不死的妈加在一起呀。 也抵不过我们林少的一根脚趾头。小护工，跟着这个窝囊废是没有前途的，不如跟哥哥出去玩啊！对不起，我还要工作，没有时间。我有时间，我陪你玩。你老婆，哦，已经不是你老婆了。可惜了，然然还是你老婆的时候，玩起来最得劲儿。 讨厌！你继续过你的废物人生吧，我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。蔡助理，您怎么来了？会长来了吗？我得亲自过去跟他打个招呼。马先生，会长想邀请您参加他的私人晚宴，不知您是否有空？不可能！就他？李会长怎么会邀请这个废物？就他？ 李会长怎么会邀请这个废物？马先生是会长的贵客，请你们注意言辞。谢谢李会长的好意，我还要去跟我妈缴费，改日再说。哼，真是不识好歹，竟然为给那个老不死的交费，放弃了李会长的要求。您母亲的事情，会长已然知晓，已经联系了全市最好的医师主任亲自负责，正好我带您去体验一下。 那替我谢谢会长的好意。不客气。请问你是这里的护工吗？啊，是。那你能帮我们带带路吗？啊，谢谢。走，再见。怎么回事？你不说他是个赘婿吗？他怎么会认识会长？我不知道啊，他是个废物啊！给我弄清楚，他到底怎么攀上李会长的？ 读心术原来是有限制的，每天只能过使用3次。马先生，请放心好了，我们已经为您母亲缴费，并且调好了高级病房，我们先去见见主任。谢谢蔡助理。对了，蔡助理，我跟您打听一下，那个人什么来历？他家是做建筑材料起家的，最近投了个度假村的项目，但是资金短缺，一直想见见会长。林家，有你这样的窝囊废，死了才好啊！ 废物，记住，我们这边请了。玛丽的底细我最清楚不过了，从来都跟会长没有什么联系。回头问问那个死老太婆，是不是他那里钱有什么冤？这老不死，我还不行。你管他呢，反正玛丽一时半会儿，不如我们先快活快活，睡一觉。 你这次轻一点，上次弄疼我，你听过没有？哦，吓死我了！你个死老太婆！哎呀，阿雪，别碰我，脏死了！玛丽是怎么认识李会长的？谁呀？商会代表李嘉轩，李会长。 看看这副死样子，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果然是虚张声势。他是谁啊？他呀，他是林少爷，是你们马家这辈子连提鞋都不配的豪门，是你秦儿媳的情人，也是你宝贝儿子的绿帽子。<笑>你不是要喝水吗？
要怪就怪你那废物儿子。你们个人的恩怨我不管，可如果得罪了会长贵客，你知道是谁？苏嬷嬷，嗯，谢谢你上次救了我，这次又救了我妈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在这之前，可以请你看护我的母亲吗？啊，嗯，好啊，谢谢。预知未来。麻烦帮我转交给会长，请他帮我买入股票，帮我隐瞒一下我的真实身份，改个名字，就叫 Alan 吧。谢谢。好的。你干嘛呀？你个狗屁，一旦得罪我秦家大小姐，你干嘛？你个狗屁护工，一旦得罪我秦家大小姐，哎，不知天高地厚的贱女人，我在你的脸上画朵花如何？舍不得你出去勾引男人。别呀，嫂子，等我们玩完了再弄呗。你们敢动我试试？动你怎么了？你一个给人端屎端尿的护工，能把我怎么样啊？放心，我就是随便玩玩，麻烦他随机处理。只要是能让玛丽不痛快的事情，我都愿意。您先来，您先来。啊！救命啊！张月华！张月华！张月华！叫破喉咙也没有人能救你。住手！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能救你。我不去的。玛丽，你还敢送上门来？给我打断他的腿，扔到旁边的公厕去。何大壮，还是嫂子好玩，对吧？这小子怎么知道的？你在瞎说什么鬼话？他说什么？林少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故意挑拨离间。哎，林少，我真没有，次次都是你吃肉他喝汤，当然暗中心生记恨。林少，我真没有，你别听他瞎说呀。你少废话，今天你不爬在我脚下给我舔鞋，我就不信了。股市动荡，林氏股票大跌，蒸发了几十个亿，林少还有心情在这放狠话？什么？林少，他就是个废物，弄死他！你知道个屁！走！嬷嬷，玛丽，嬷嬷，是因为我才让你受到责难。近日股市震荡，临时股票大跌，市值蒸发上百亿。在这里，听说今天 Alan 也会出席。Alan 是谁？金融圈新贵，这次股市动荡，他也趁机大赚特赚。这么厉害？在这里，我听说 Alan 跟会长是朋友，要不您给引荐引荐？确实是会长的朋友。你林家之前不是避过白天吗 ？Alan 先生，对不起。哎呦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要不我亲自登门跟 Alan 解释解释？这次股市动荡，我们林家伤筋动骨。Alan 先生今天亲自回答。你可以自己跟他说。玛丽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你是怎么混进来？你不是知道我跟李会长认识？你跟会长只有过一面之缘，但却借着他的名头招摇撞骗。林少，
不要在会长的晚上闹事。你不过是我秦家的赘婿，你有什么资格来参加这种高端的宴会？他是我苏氏集团继承者的未婚夫，你说他够不够资格？是你？哼，我听到了什么？这真是太好笑了！一个伺候快要将死老太太的护工，竟然说自己是什么继承人？病床继承人吗？哼，你目光短浅，秦氏不过近两年才进入上流社会，不认识我很正常啊。你是苏氏的人？苏氏这两年准备收购会长手中所有的医疗机构，我乔装进去调研有问题吗？不过没想到半路上遇到你们两个为非作歹，让你们钻了空子。不可能，你这个卑微的贱民怎么可能会是什么继承人？是苏氏的继承人玛丽的未婚妻，我叫苏萌。没想到啊，玛丽，你被秦氏抛弃，转头又能抱上苏氏的大腿，赘婿专业户啊。哎，会长来了。哎呀，马先生，贵客贵客，可请到您了。提前祝贺您高升了，托您的福啊！要不是您提醒我，我还查不到我身边居心叵测的亲信呢。歹徒的既然想要我的命啊，马先生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小林呐、啊，你不是在投资圈一直在找新贵艾伦吗？马先生啊，他出手以来啊，从来没失眼过。你的项目啊，是金是银，还有你们林氏能不能活下去，就看马先生肯不肯给你投资了。艾伦，玛丽怎么可能是艾伦？会长，您开玩笑的吧？我虽然说年龄大点，不至于老眼昏花看错人吧？不好意思。我不仅一分钱都不会投给你们家的项目，我还要狙击林家所有的家族产业，让你们林家破产。你现在还敢狙击林家？你马爷，喂，你这个混蛋到底做了什么？投资人刚刚都集体撤资了，说是艾伦放言要跟林氏斗争到底，马上给我道歉，不然就等着林氏破产吧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你现在还敢狙击林家？你，马爷，都是这个贱女人她勾引的我。马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就饶了我们林氏吧。我母亲可是到现在都还在，你居然有脸让我饶了你？都怪我。是我惹你不是，我给咱妈磕头道歉去。还不如就在这儿。啊？就在这儿磕？谁给我妈？给萌萌。给我。在这儿磕三。请马先生救救我们林家，让你磕头。你别得寸进尺，余少，你最了解玛丽，你肯定是招摇撞骗、狐假虎威的。随便，林少要是觉得屈辱，我就请回吧，绝不会强迫你。哼，他不过是我秦家的赘婿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还有，真的是艾伦，我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。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实名账户，我是不是艾伦？玛丽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苏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卑鄙无耻，请您原谅。继续。马夫人，对不起，是我混账，得罪了您。马先生，对不起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马先生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但是我并不准备投资林氏。我之前还没听你说，只要你磕头道歉，我就给林氏投资吧。你磕三个头，就让我掏几个亿给你？
这买卖也太好做了，更何况你跟我可是有仇呢。你做的那些混账事儿，磕3000个头都不够。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扫把星啊？都他妈因为你我才得罪了玛丽，现在赶紧想办法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我去找玛丽他妈求情，他妈心软还糊涂，每次一糊涂就什么都答应了。那还不快去！奶奶，我知道了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做主的，好吗？我还有事，我先挂了。嗯，这些日子多亏你了，伺候我这个败家子老太婆，应该。妈，你怎么坐起来了？赶紧躺下休息。我这都担心死了，我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你不知道吧，玛丽啊得罪了林氏集团的少爷，这林少他就拿我撒气，我委屈于他实在是委屈。秦慕然，你还要不要点脸啊？妈，你看他骂我。林氏您知道吗，倾城豪门碾死玛丽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，我为了让林少对玛丽手下留情才那样的。还好妈您没事儿，不然呢就让我死了算了，别再跟林少爷作对了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真的惹足了林家还有几条命够赔啊。那可不敢得罪人啊。就是你让玛丽。秦墨然，我怎么着就不劳你费心了吧，出去不要打扰我妈休息。妈，秦墨然已经和我离婚了，他给我戴绿帽子，找人打我，羞辱我，甚至找人弄死我，他的话一个字儿您都不能信。玛丽，你要相信我。演得真，哭得真，你有这本事还扒着林少干嘛呀？你去演戏啊，也能挣不少钱。你非要跟我作对是吧？不死不死，别以为你自己狐假虎威就能怎么样，你不过是一个泥腿子出身撞了大运的废物。林氏是屹立百年的家族企业，实力雄厚，你真以为靠你那点资金林氏就倒了？你老牌家族背后的资金和人脉不是你这种人能想象的，再加上我秦氏的帮忙，你就等着死吧。林少有你秦氏帮忙，玛丽有我苏氏鼎力支持，谁赢谁输你试试看。赶紧滚，别出现在我妈面前。给你2000去治治眼睛。滚。什么？玛丽想买我们的项目？我倒要好好会会她。好。哟，这不是玛丽吗？我拿到了基金会的投资。玛丽，我还是奉劝你，别以为有俩臭钱就了不起，你最多就是个暴发户，而且这钱来得干不干净都不好说吧。上层社会不是你一个泥腿子有俩臭钱就挤得进来的。这么气急败坏，看来我叔不看好林少爷的项目，给你带来了不少阻力。哼，你还有脸皮？大家似乎都更相信我的投资眼光，也有某些不信邪的非要自己往火坑里跳。投资是技术，不是运气。马先生恐怕还影响不了我们基金会选择的程度。一个赘婿，凭着女人的钱和势力立足，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？你是磕头没磕够吗？哎，马先生，虽然您想要的项目我们不打算卖，但是我们还有其他项目。林氏有一个闲置很久的地皮，我觉得潜力巨大。那个烂尾楼十几年了，硬是脱不了手。这不是现有的冤大头找上门？玛丽，林氏的项目。在商言商，虽然你们有过节，但是我这里是不成立的，只针对投资和项目。给你。林氏好几个项目和地皮委托我出手，
不知道马先生您是否有意？这个项目我要。哦，好。你好，先生你好。这两块地皮多少钱？这两块地皮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看的，要验资。所以呢？所以您还是去隔壁中介问问廉租房，说不定还能弄个带独立卫生间呢。你帮我开单。我要买这两块地皮，现金。另外，我单独给你10万小费，你帮我跑手续。哎呦，先生，还是我来吧，他什么都不懂，我来给您安排。我就要他来办。好，先生您放心，我一定帮您办好。玛丽，来我家一趟。怎么了，萌萌？我家里人不同意我们的事，他们要见你。啊？他怎么在这儿？他叫素林，是我二伯家的儿子。二伯去世之后，就一直寄养在我们家。那克林基金？是我们苏家投资的产业，现在一直都是素林在管。这就是你自己找的男人？奶奶你好，我是玛丽。谁是你奶奶？乱攀什么亲戚啊？哼，什么猪头鬼脸的人，竟然空着手就上门。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平时随便惯了，也不能随便拉个人就结婚吧。他妈就不是个正经人，果然呢，下贱的妈生下贱的女儿。奶奶，你自己搞破鞋，你丢尽了我们苏俩家的脸，你还敢大声说话？奶奶，我和萌萌是认真的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会一生一世的。我不同意。苏萌萌，你乖乖嫁给林家。因李家的三少爷虽然有点残疾，但是人家的彩礼是几千万的投资项目。人家是有诚意的，我娶萌萌的诚意也是十足的。什么诚意？我们苏家可不是什么破烂东西都看得上眼。要说诚意，还是你一手促成。奶奶，我准备了两块地皮送给萌萌当做彩礼。你是说你买下了那栋烂尾？没错，今天下午刚签完合同。你竟然真的买下了那栋烂尾楼啊？什么烂尾楼啊？奶奶，林氏在廖河的那块地买了十几年烂在手里几十万没人要的破烂东西，竟然被他当宝贝给买下来了。苏林怎么这样呢？是又怎么样？我只是推销一下项目而已，谁能想到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废物却当成冤大头。穷人乍富，没根基，没眼界，真是丢人。你真的买了吗？还能退吗？哎呀，合同都签了，赔偿只会赔更多。哎，就那块破地，当初林家送给我的命令。所以说呀，创大运带来的财富终究不是。你有学历吗？懂投资吗？你就是个屁。喂。什么？喂，廖河那块烂尾楼刚刚被划入经济中心，所有的地皮翻了千倍不止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妈的是你搞的鬼是不是？苏林，你给我松手！没错，不是，但我的运气就是好，英子，奶奶。现在我的彩礼价值好几个亿，你应该没有理由反对。既然萌萌愿意自己往火坑里跳，我不拦。但是那块地皮不能放在他个人名下，得是苏氏的东西。我的就是苏氏的，我和苏氏一体，我没有意见。萌萌又嫁出去了，你们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把股份转交给苏林？毕竟苏家的东西应该由苏家人管。
您要把我赶出苏家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以后你就不是苏家人了。谁也别想从我手中把苏家夺走。谁也别想从我手中把苏家夺走。你什么家教，怎么跟奶奶说话呢？奶奶，苏氏是我爸妈一手创立的，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。我爸妈走之前说过会把苏氏留给我的。少拿你爸压我，他是我儿子，我是他亲妈，他活了死了都得听我的。苏林才姓苏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儿子的产业就被不明身份的人骗走，门都没有。除非我死了，爸妈的股份也都在我手里，想让我转让，除非我死。你这个畜生，你还敢动手不成？那倒不至于，毕竟您是长辈。但如果你要对萌萌动手的话，门都没有，我不管你是谁。萌萌，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任何人都没事。真以为凭着手里那些股份就万事大吉了？等我妈妈收购了散户，婚礼上给你个惊喜吧。帮我收购苏氏的，对，有多少要多少。苏萌萌虽然是个赔钱的丫头，但是她也是我们苏家的姑娘，订婚宴怎么能如此难堪？各位，我有好消息要宣布，我姐季嫁人并不是苏家，在掌控集团的话，怕不。苏林，你别胡闹。巧了，最近有个董事想养老，把他的股份转给了我，我的股份现在已经超过了苏萌萌。苏氏现在是我。苏林，苏氏是我父亲的心血，我是绝对不可能把他交给你的。哎，姐。别意气用事，有股份说话。苏萌萌嫁人，大家担心的无非就是未来苏家产业性吧。我啊，愿意入赘苏家。玛丽，南方归定到。玛丽，南方归定到。李会长，蓬荜生辉啊！李会长。李会长，日后我还请。嗯呐，祝你们早结连理。多谢会长。李会长，您，这位马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他个黄铲头，真正的贺礼啊，已经派出了家来。谢谢会长。李会长，玛丽刚刚当众宣布，她已经入赘我们苏家，以后恐怕呀。他就要住到我们家了。不管他住哪儿呢，我认的只是玛丽这个人。谁要是和我的恩人作对啊，那就是跟我李家轩过不去。李会长，我改日一定替您商会买房。我现在是苏氏大股东。刚刚我的话还没有说完。我送给萌萌的彩礼，除了两块廖河的地皮以外，还有苏氏产业11%的股份。那就是说，苏萌萌占原有股的40%。我玛丽兄弟呢，占11%，那就达到51%，掌握了舒适的控股权。会长，请入座吧。来给你的新娘戴上戒指吧。等等，没有我这个大方的女婿，苏萌萌想嫁给玛丽，门儿都没有。秦墨然，我警告你。不要胡来！各位来宾还不知道吧？我是玛丽的原配妻子，这从古至今啊都没有后来的，能在原配的面前挺直腰杆过。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让苏萌萌给我敬茶。我已经跟你离婚了，我们俩已经一刀两断了。玛丽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我可是怀了你的孩子。胡说八道什么？孕检报告呢？什么？不是怀了孩子吗？你的孕检报告呢？孕检报告没有，但是我们可以到医院去查呀，有没有怀孕一查便知。你没有，我有。
这是你前几天去医院的孕检报告，上面明确的显示了你孩子的父亲是谁，需要我把它投放到大屏幕上。我掌握的还不止这些，还不走，还想听？你闭嘴！据我所知，这个孩子好像也不是林大少的吧？没有，林少，这顶绿帽子呢，我是等了好久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明天上午的你不会让他好过的。我要去集团上班，钥匙呢我就先给你，你先进去。喂，这是，忘了跟你说了，今天大门偏偏没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旁边有个小门，是我们司机和保姆进的那个门，要不你从那儿进。玛丽，你应该叫我姐夫，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。玛丽，记住，你在苏家就是一个低人一等的赘婿。我知道你在想，不过有我在，你就死了这条心。从今天开始，疗养院那边我就不去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回公司做我该做的事情。你该做的事情是做个本本分分的人，你别在外边抛头露面了，哎，丢人。不必了，萌萌呢既然是集团的大股东，自然应该承担他的责任，我啊不建议他在外面抛头露面。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我怕我再不回公司，公司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。哎，姐，你不在公司的时候我管理的可好了，比你在的时候还要。从今天起，玛丽跟我一起去公司，负责项目对接的工作。等等，她去公司干什么？姐，管理公司可不是一件小事儿。玛丽没经验，没学历，你可想清楚点。她一个赘婿，就应该在家洗衣做饭，伺候这一家人。奶奶，循序渐进嘛。我啊，确实呢，现在对家里还不够熟悉，以后再说。就是你就安心在家洗衣做饭。长没长眼睛啊？这衣服上清清楚楚写的只能用干洗，看不明白挺恶心是不是？我就说嘛，这人呐就得多学习，不然连衣服都不会洗。把墙上的画擦干净，一会儿我检查，如果有灰尘我就让你给舔了。楠楠，这真是个废物，这画多少钱你知道吗？确认是真迹啊。哎呀，无价之宝，无价之宝啊。真是个废物。奶奶，你也不必生气，这画啊是假的。你倒也不必生气，这画啊是假的。你懂什么？这是名师的真迹，给你卖了都赔不起。你说你一个上门女婿，在主人面前你就敢胡说八道。您倒也不必张口闭嘴，闭口没见识。我听萌萌说，苏家好像是在他爸爸手里才发家的。您和爷爷年轻的时候也都是泥腿子。你，奶奶，你怎么能自己骂自己呢？不过这画原来没准是真的，但是被人把真的倒卖了，换成了假的。你胡说！瞒天，这就是真的。以为能骗过所有人。喂，哦，李会长。二林子，周末有一场拍卖会，肯不肯参观啊？我等您好久了。行，那咱周末见。哎，好。好。
奶奶，这画真是假的。欢迎大家来到高精拍卖会，在座的所有会员都经过了验资进场，所有的拍卖物品一经拍出概不退换，没有异议的话开始。他妈的一样恶心呐！林少爷真是大度，忍常人之俗，不能忍。这个小丑，他只不过是一个过来看门见世面的小丑，我们林少爷才是今天来公司的贵客。第一件藏品，青鸽紫釉罐，起拍价180万。我出190。200万，300万，500万，500万一次，500万两次，500万三次，成交。这车评啊，最多200万。第二件藏品，起拍价60万。你看这画，画的乱七八糟的，正好配你弟弟的感染。我出65万。难道没人告诉过你，这幅画的真迹就在孙家？珍妮姐姐在听话着呢，你没看到吗？上面摆着就是一个赝品，花65万买一个仿品，真是可笑。65万一次，65万两次，65万三次，成交。看孙女。别灰心了，玛丽，眼界跟见识这种东西，不是入这行人就能有，慢慢来啊。是玛丽，就算是个仿品，也能值个几千块钱呢。我能看这幅画吗？李会长，您品。这是真品，你可赚大了。真迹，竟然是真迹！会长，您没看错吗？那个是真迹。我不是夸口，我古玩界起家，从没失过眼。什么古玩？一堆破铜烂铁，能值几个钱？李会长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可就放心了。好啊，独具慧眼，65万，让你小子捡个漏。这真迹啊，至少上千万都不止啊！什么？这破玩意能值几千万？闭嘴！苏林，真迹怎么会在这儿？如果不是今天我和玛丽过来，真迹会不会就从你手里脱手了？恩人呐，暴殄天物啊！暴殄天物啊！恩人呐。暴殄天物啊！暴殄天物啊！玛丽，你就算对苏家和李会长再不满，也不能撕了这幅真画，这样子多打大家的脸。你疯了，玛丽，你疯了！打回你的真迹，无价之宝啊，无价之宝啊！李会长，您是专业的，您帮我估个价，起拍价至少8亿。8亿？至少8亿？这一幅破画能值这么多钱？就是，这画的纸页都泛黄了。你到底懂不懂啊？李会长不懂，难道你懂？我出10亿如何？10亿没有到我的心理价位。我出10亿如何？10亿没有到我的心理价位。10亿都没达到你心理价位，你扯淡呢！东西是我的，我想卖就卖，不想卖就不卖，哪那么多事儿？15亿，15亿，这是我从事古玩拍卖界以来拍过最高的天价了。不好意思，李会长，不识好歹，还想待价而沽，小心倒在你手里，你一分钱都拿不到啊！带身份的女孩，22亿成交。苏林竟敢私自变卖家产，没错，苏林的基金会肯定有大问题。
既然真的想让我死，苏林原本只是想争夺你的财产，而现在一定是为了掩盖自己倒卖行业的罪行。他不过就是过继了我家的养子，苏氏是我父亲一手创办的，他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得逞。我这给撞的呀！走吧，上我车吧。默默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郭明的好兄弟。老大，我的资产都是他帮我打理的。你放心，基金会的事情我会去查清楚。可是基金会现在全部都是苏林的人。放心，这一次有假发的把柄在手里，苏林一定不会阻止我进入集团。只要我进入集团，我就一定能查清。大家好，我是总部空降的玛丽，马经理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玛丽，没拿稳，要不我给你擦擦？基金会是你苏林的天下，我怎么敢让您帮我擦桌？哎呀，别呀，都是靠能力混口饭吃，哪有你玛丽裙带关系硬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嗯。你可是咱们集团的黄金女婿啊，跟继承人睡一张床的关系，人人都知道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是你睡苏萌萌，还是苏萌萌睡你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有。不过我不准备帮你擦，毕竟有些人无理到外，不脏。公司那边感觉怎么样啊？如果说苏林的人太过分的话，你不必忍着的。反正呢，总部这边有我跟你斗争就好。我现在还没心情。爷爷，慢点。说到底，你到底什么计划？需不需要我派几个人手去帮你？不用。基金会的人铁板一块，你派过来的人估计连边都摸不上。啊，那你辛不辛苦？我辛不辛苦你还不知道。你别闹，那你说认真的呢，到底什么计划？我的计划是先生的孩子。马经理，这里可是同事内部会议，你不能进。我也是基金会的同事。那可不一样，我们聊的都是专业的问题，要是被有一些阿猫阿狗的混进去，他也听不懂啊，丢人。哎呦，林少爷，您今天啊一定要尝尝我先弄来的金骏眉。这不是苏家的赘婿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哎呀，就是一个啥也不懂的废物，靠女人吃饭，咱们弄死他还不像弄死一条狗那么简单吗？只是啊怕脏了手。哎，小冉，咱俩见一面吧，是时候让苏林和林建试试。多亏了这本假账啊，现在基金会基本就是个空壳，分分钟就能破产。科林基金会这么好的项目，居然会走到今天这种。基金是个好基金，可是就摊上了这么一个目光短浅的老板。苏林是没少挪用公款。对，把股市里的钱套现出来，成立利润基金。你要出手了？林氏、苏氏虽然看起来表面风光，可流动资金却远远不够。而我不一样，我最不缺。当年利乐集团出事，这几些财阀是没少落井下石呢。苏氏就算了，毕竟有萌萌的心血在，可这个林氏的利息我可是要收。基金会现在最缺的就是流动资金，你啊以利乐集团的名义一点一点的去收购它，等我这边收拾了苏林，基金会不就是我们的明白了，那等你好消息了。
醉婿竟敢出轨。因为你的丑闻，苏氏的股票都跌停了，董事会非常不满。让贤吧。不好意思，马先生。没关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有人要我陷害你。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不行了，你放过我吧。怎么会呢？你天生就长了一副勾引男人的脸，只要你趁机坐在玛丽腿上，让我摆出一副特别亲密的样子就可以了。事后我给你撒了。不行，不要亲，我只想好好工作，我求你。真是一脸不要脸，你想不想可以由不得你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，但是我不想这么做的。知道是谁？是科林基金会的苏林，他有权有势，查到我和马先生有过接触，所以找到了我。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，我应该谢谢你才是。臭婊子，敢耍我！你去找别人吧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真不敢。你现在马上给我去找玛丽，我要是再拍我的照片，你女儿可就没救下去。你把萱萱怎么样了？你把萱萱怎么样？你放了她了？帮玛丽的人都得付出惨痛的代价。那小兔崽子呢？你把萱萱放了，我求你了。那小兔崽子呢？你把萱萱放了，我求你了，不行。来，让他妈听听这孩子谁。什么？苏林，你的手下我笑纳。放心，你女儿现在很安全。阿丽，没想到你这么有用心。我本以为你是给我们苏家人当狗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手段。苏总跟在萌萌屁股后面捡东西是这样的。好计策。诬陷我出轨，爆出丑闻，逼我离开苏氏集团，然后再借力打力，让苏嬷嬷声誉扫地。哎呀，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你能打我不成？就是，你动我试试。玛丽，你给我等着啊！别动！别动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错了！我错了！哟，苏林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配狗咬。看来你还真是人憎狗嫌呢。玛丽，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耍贫嘴的，我觉得跟你说多的话我都觉得跌份儿。我今天就是来处理你，马上收拾你的这些东西，滚蛋，你被开除了。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？在科林基金，我就是老大，我想让谁滚谁就得滚，快滚，别脏了我的办公室。自从一股子冲天的穷酸之后就没散了。这里特别地方啊。哎，这里。玛丽，你出生第一件没见过事，我教教你，打人是犯法的。刘同志，您来的正好，我们这里有贱民伤人。同志，您看，瞧给我的打的，伤都还在，现在去做鉴定一定是重伤。同志，就是他打的人，我跟你讲。这个人吃软饭被老婆安排进我们公司，什么本事都没有。我们平时忍他也就算了，他还打人。同志，我们集团绝对不允许有这种暴力分子存在，您一定要全面注意。我们接到报案，科林基金存在做假账的重大财务问题，举报者提供了证据。同志，您一定是误会了，我们基金会是苏氏旗下的，一直遵纪守法，这一定是有人刻意举报栽赃陷害。哪位是苏林？我是。您就是苏林吗？我们回去调查一下资料。苏林，你给我滚！你不知从哪儿来的贱种野种！奶奶，您别激动，小心你血压！你也给我滚！你个赔钱货丧门星，
你把你爸你妈都克死了，现在你又来害你弟弟。奶奶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们都给你弟弟关进去了，我这么说你怎么了？我都想抽你的筋，喝你们的血，我说你们几句我都不解气。奶奶，萌萌也是您的孙女儿啊。我呸，你们就是赔钱货，外姓人苏林才是我们苏家人的。你一个上门女婿，你连苏林脚底下地一点泥都不配沾，你还想害我们苏家人？奶奶，苏林把我爸爸的家产都要败光了，他吃喝嫖赌，他把家底都要败光了。那也是我们苏家的东西啊，苏家的孙子发展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你不把你弟弟全须全尾的捞出来，我跟你没完。如果苏林就有点什么好歹，我就死在你家门前，我让所有人唾骂你，你看我敢不敢？玛丽，奶奶，玛丽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苏林的问题不止这些，这次你若真帮了他，下一次基金会有大问题，甚至我前几天在总部还查出账面有很大的亏空。如果是钱的问题还好办。对啊，不只是钱的问题，里面还触犯了法律。玛丽，你快走吧，你走吧，趁你还没有欠着钱，赶紧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那你呢？我不能走，无论如何这都是我父亲的心血。你不要想太多，我们夫妻一体，共进退。就像我不甘心我家的产业不明不白的没了，你难道甘心你家的产业被不相干的人败光吗？我会让他们都付出代价的。哎呦，我的心肝肉啊！你担心死奶奶了？怎么样，解决了吗？奶奶，你还有多少钱啊？我要赶紧筹钱把农用的亏空填补上，不然还是麻烦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呢？哎，基金会让玛丽占了。基金会现在就是空壳子，给玛丽就给玛丽吧，让她自己收拾烂摊子去。奶奶，走，回屋。你还是真急，我出十个亿如何？奶奶，我有办法，我如今这么狼狈都是拜玛丽所赐。我也要让玛丽付出点代价才行。我要找你们基金会负责人。林少爷，我就是科林园区基金会。好啊，玛丽，说好临时的项目马上打款，现在想反悔？你的项目我看了，我不看好，所以啊，基金会决定撤资了。林氏集团趁着利乐集团败落，趁机吞并了不少财产，因此才能发家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秦默然竟然没有告诉你他的前夫到底是谁。你是谁？我就是利乐集团的独子马蒂。林氏当年落笔下时的多开心，今天就要伤筋动骨多痛。不是，你是故意的。林氏竟然妄想吞下这么大一个盘，可你们根本就没有钱，缺少了我们资金的流入，资金线一旦断，然后全盘尽毁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现在在新能拿出这么多现金，你。别多想，不可能！就算你跪下给我舔鞋，一分钱。玛丽，钱，钱，我的钱给我，钱。强势崛起的利乐集团。连续投资了多个青城城建项目，
目前回款状况良好，多名专家声称其现金流庞大稳定，投资目光精准，是相当老辣的投资高手。众人猜测其幕后老板的真实身份。让小冉进来。嫂子，苏林之前的步子迈得太大了，几个项目同事动工，想要维系至少缺10亿的资金流。现在公司的账面上只有2亿不到，那就关停几个项目，只留一个项目开工。但是现在利息挺高的，停一天都是损失。那就转让，虽然说都是些好项目，但是我们留下吃不消也是没有用。转让是可以转让，但是现在这么大的项目，一般的企业集团是很难接受啊，有谁能接受？有风口了，奶奶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在玛丽房间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坐。玛丽手里有一副蒙娜丽莎真迹，价值10亿。什么？10亿？嘘。奶奶，我现在不知道他藏哪儿了，要是能找到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那可抓紧，必须找到。玛丽一个赘婿，他有什么？那幅画应该是苏家，苏家的就是你呀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这不是在找吗？要不然这废物把东西藏哪儿了？奶奶，他们回来了，你快去楼下把他们拖住。好，奶奶。萌萌，玛丽，你们回来了，今天这么早吗？嗯。哟，赔钱货和软饭堂。龟孙，哟，找到了。玛丽，你既然从泥里出来，就该你这些。你拥有的东西早晚都会失去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。苏林，那是玛丽的东西。玛丽就是我们苏家一条狗，她的东西就是我们苏家的。奶奶，就算你们苏家也不能侮辱我的恩人。你会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恩人，好消息，刚刚在苏林写达芬奇的另一部作品用拍卖了22亿高价。22亿？我愿意出30亿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割爱他。李会长，有话在我这儿，应该跟我谈。蒙娜丽莎，哎呦我的天，22亿呀、啊！油画未毁，价值大跌。油画被毁，价值大跌。你少心点，老胡，就算是被毁，那至少也值几个亿。苏林，你把苏家的文物和百件戏书卖掉也就算了，好歹一笔写不出来2个苏字。可是这个东西是玛丽的。放屁！我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，这个宅子里集团里的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是我的。你疯了？我早就疯了。在你们好心收留我，你们一家三口辛辛作态的时候，凭什么你个卑贱玩意儿能继承那么多的财产？就凭的是人家父母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产业，当然是留给自己的女儿。住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我保证村里拥有22亿了，到时候你们所有人都得跪下来喊我祖宗。你当真以为我会把价值那么多亿的画放在你？真迹在我手里，你那个不过是个仿品，我放在卧室里偶尔欣赏一下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，这就是的。是仿品，假的很的那种的。你耍我？怎么会呢？我也没想到你会鬼鬼祟祟的偷油画。堂堂苏家的少爷苏林，
居然会如此不要颜面的偷东西。真的呢？真货在哪儿？在我手中。恩人拍完之后一直托我管。怎么着，舒少爷还去我府上抢劫？会长，30亿成交了，蒙娜丽莎归您了。好，今天就把钱打到你卡来。不行，他一个低贱的赘婿，他人是苏家的，钱也是我们苏家的。对，打到苏家的账户上。这儿我要听苏家掌权人的。苏小姐你觉得呢？这儿我要听苏家掌权人的。苏小姐你觉得呢？萌萌，你要想清楚，我和苏林才是你的亲人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奶奶，油画是玛丽的。林姐，苏氏亏空6亿，如果有了这30亿，就能救活苏氏。姐，不仅是苏氏，就连我挪用的亏空都能可以解决。姐，我就可以不用坐牢了。姐，够了！苏家败落是因为你们贪得无厌，苏家的困难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。油画是玛丽，30亿也是玛丽。丧门星，丧门星啊，大河呀，你看看你姑娘，她还配姓苏吗？多谢了会长。30亿，救不救我？别担心，我说过我会帮你的。逸乐集团给苏氏注资，这样你们就能盘活手里的项目。玛丽，当初逸乐集团遭遇变故，树倒猢狲散，除了林氏，其他几家财阀也参与了逸乐集团的瓜分，也包括苏氏，你不记恨吗？我应该恨的是罪魁祸首。在商言商，如果是我的话，一个即将倒塌的商业帝国，利益可观，我也会出手的。你不用担心，林氏完全是因为林少爷作死，不然的话，我也不会对他出手。不过，我爸的死，我不相信是一个巧合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。我会陪你一起的，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和我说。岂如此，夫复何求？不过猎乐集团的写字楼还没有建好，这段时间就要麻烦马董事长和我委屈在一间房子了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打扰了。敢这样对，但是呢，你现在不一样了，变帅了，台店有钱了，我反而更喜欢你了。我秦墨然啊，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栽到一个男人的手上，从来都是我想要的，就一定会搞到手。你这个臭男人啊，虽然不是我想要的，但你也不能归别人呐，你只能对我予取予求，懂吗？接电话呀，玛丽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玛丽，快接电话呀！今夜长夜就够。
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干什么？你还看我？是你姐，你要绑架我！什么狗屁姐姐！你不管我的死活，不听我交罚款，眼睁睁看着我被抓去坐牢的时候，强奸你是我姐了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不管你，那你要看你自己做了些什么？我做了什么了？啊！我就是想在苏氏留下一席之地，我伤天害理。心里，你放了我，你现在是在触碰法律，玛丽不会放过你的。想得美，我就是要让你和玛丽身败名裂，痛不欲生。苏怡，我用公款的事情还可以弥补，那你今天要是真的伤了我，你就自寻死路。来，给你看点好玩。秦墨然，讨厌，吓我一跳！你别这么大声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把我放开！别激动，阿姨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复婚吧！我已经把孩子打掉了，我要干干净净的嫁给你。你疯了？那林少呢？林家败了，那个废物马上就要流落街头了。这样的窝囊废，怎么配得上我秦墨然？别给脸不要脸，玛丽，我喜欢你啊，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呢？我爱苏萌萌。苏萌萌，苏萌萌马上就要被毁了，她配不上。你们把他怎么了？你觉得是就是，但是我觉得玛丽肉体出轨，我身为你的弟弟，我教训他一下，也情有可原吧。是你做的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把协议给我，把股份协议转让给我。苏嬷嬷在哪儿？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呢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说。嬷嬷，你在哪儿？玛丽，你竟然能够脱身，你让我刮目相看呀。苏林，你放了嬷嬷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的。萌萌，你在哪儿？玛丽，你竟然能够脱身，挺让我刮目相看的。苏林，你放了萌萌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的。我要三十。好，我要听萌萌跟我说话。来，说话。再说话。说话。你听，是苏萌萌的声音吧？好，钱我马上转给你。你要是敢动萌萌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你全家陪葬。钱呢？我已经叫人转过去了。到面仔，把门关。你别激动，你还可以啊，玛丽啊！我害到今天这种地步，你敢这样跟着我啊？你敢动手吗？我看见你就觉得恶心，你就是一个低人一等的赘婿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我碾死你，就像碾死一头蚂蚁一样的要简单。凭什么？要不是你靠着撞大运得了李会长的青睐。靠着李会长，靠着撞大运，得到了我一辈子叨叨的钱。是苏家的，是我的。你妈！萌萌，
送你去医院。玛丽怎么可能提前在袖子里面走？难道他之前就知道我要跑？萌萌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我毁容了，我毁容了。你就这么照顾萌萌的吗？奶奶，是我的错。玛丽，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呢？秦墨人想霸王硬上弓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如果我能早一点摆脱秦墨人，或者我遇见的画面是萌萌遇到危险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怎么能提前预知到我被绑呢？我只庆幸伤的不是你。什么绑架？是哪个杀千刀、狼心狗肺的东西啊？是苏玲。不可能，你们信口雌黄。奶奶，真的是苏玲，警察现在还在追捕他。警察？怎么还牵扯到警察了呢？走，咱们去警局把他说清楚。你就说你们姐弟俩闹着玩的，别让他们抓他了。奶奶，萌萌，你咋就不懂呢？你和苏林就是手心手背，奶奶也不想这样啊。你就把苏家给苏林吧，咱们一家还是和和气气的不好吗？奶奶也不想这样啊，你就把苏家给苏林吧，咱们一家还是和和气气的不好吗？那可能是让不了了。苏林现在到处东躲西藏，连个面都露不了，更别说继承苏氏。这是我们苏家的事情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走，咱们去警局说清楚。我是看在你是萌萌的长辈份上，我要是不看在这个，我可就不惯你。你们反了，反了你们！你要是敢动萌萌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你们。我秦家祖上靠行医起家，这瓶祖传的秘药能生死人肉白骨，没有它愈合不了的伤口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治好你。冻结，冻结，全他妈冻结了！别躲了，丧家犬。哟，这不是丧家之犬吗？玛丽，我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害的。自寻死路，你怪得了谁？苏玲啊，苏玲，你口口声声说你看不起我，其实我更看不起你。我凭自己的本事，白手起家，重新创立了利乐集团。而你呢？费尽心思的抢夺萌萌的家产，偷偷摸摸的变卖。到现在，却只能在垃圾堆里找东西吃。闭嘴！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一个人，好好的少爷不当，偏偏要去当一条狗。哎呀！玛丽，好，来了。苏黎，你放心，
我不会报警的，我就是要让你这样东躲西藏、见不得人的鬼辈子。苏萌萌毁容，玛丽对密钥一定势在必得。我随即将密钥扔进垃圾桶，没有人知道。如果玛丽拿到了，玛丽提前知道了我的行动，她果然能够预知未来。玛丽，好了吗？还有疤吗？好了，嗯，而且比以前更漂亮。真的？哦，恭喜苏小姐，玛丽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秦默然，谁让你过来？出去！别呀，毕竟苏家掌权人的脸是我治好的，药水是你的。哼，我秦家靠行医起家，这样的药水除了我秦家，谁还能有？没想到竟然被你给捡去了。我不是来找事儿的，是来求和的。求和？哎，自从我抛弃了他之后呀，我发现我好像更爱他了。你愿不愿意让我继续跟着你？没有名分也行。默然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么贱？怎么样，我不和你争，我做个外室，我们共侍一夫。毕竟苏小姐一般般，不如我漂亮。我给你麻烦，我必须先给吃个饭，我股票又赚了一波。萧家好像也不是不行。秦默然，趁我没动手赶紧滚。你别在那胡说，我影响心情。好，奶奶病了，我先去看看她。今天把你们叫过来是有重要的事情宣布。萌萌去把绑架的案子撤了，姐弟两个闹闹脾气怎么能算绑架呢？丢人。奶奶，就算我现在把这个案子撤了，苏林的身上还是有一个挪用公款的案子，他一样脱不了身啊。萌萌，奶奶知道你是个心软的，你只管撤案，我让苏林跟你道歉，挪用公款的钱啊会补上，到时候苏林还是苏家的。说得清楚，怎么补？挪用公款的钱从哪来？我就知道你这个没良心的不肯出钱，我要指望你啊还不如等死。奶奶，外姓人就是不一条心。奶奶您别胡来，您从哪搞这么多钱啊？利乐集团啊。这是利乐集团第一次举办晚宴，是为了给李会长祝寿，全城的权贵啊都来了。你见到利乐集团的人了，你务必给我赔好了。奶奶，您知道是谁吗？就在这瞎扯。你听我的就完了。我已经跟利乐集团的招商部人打好招呼了，今天只要把人赔好了，他们就能买给咱们一大笔钱，到时候你弟弟就有救了。您自己去吧，我可不陪你瞎胡闹。你愿意？谢谢。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你这邀请函哪来的？这不是直接就能进来吗？这什么东西？哎，你邀请函的混进来了，赶快打出去啊！马先生是会长的特邀嘉宾，无需邀请函。我就怕有歹人。奶奶，我不知道今天是李会长的寿宴，没有带礼物会不会太失礼呀？
放心，我带了，就是咱家收藏的文刀流的雕工一座。奶奶，那是我母亲送给我的东西。什么你的我的，为了你弟弟什么都靠边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准备的礼物，不就一个碗吗？地摊货。这可是我亲自挑选的古董。就算是古董，你好歹你也弄个好看点的包装吧，就这么就拿来了，你糊弄鬼呢？今天到场的可都是权贵人物，你看人家送的哪个不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，你就拿个这么破玩意儿，你真是给我们苏家人丢光了脸。奶奶，您就相信玛丽一回吧，玛丽是懂点文物的。你还记得那幅画吗？她一眼就辨别出了真假。你还有脸提那幅画？奶奶，你干什么？这可是我好不容易逃出来的。我就摔碎了怎么了？你那钱来的不干不净，买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，就跟你那人一样都是垃圾。你这样大喊大叫的撒泼才是丢尽了苏家的脸面。你教训起我来了，你一个靠女人吃饭的废物，你就算走狗屎运拍到了那幅蒙娜丽莎那又怎样，那也是我们苏家的，你是沾了苏家的锅，那钱也应该是我们苏家的。要是苏林不偷偷卖画的话，我还借不了这个光呢。你连苏林的脚趾头都比不上，摆清你的位置吧。怎么了，吵吵嚷嚷的？青花盏价值千万，谁打碎的？这破碗价值千万。是啊，奶奶，这是一种特殊的釉色，是名副其实的古董。这破碗价值千万。是啊，奶奶，这是一种特殊的釉色，是名副其实的古董。慧长，这是我送给你的贺礼，寓意是岁岁平安。好一个岁岁平安呐，恩人。到时候我再淘一些宝贝，直接送你府上去。玛丽，你靠着倒卖苏家的画作，赚的是盆满钵满的，钱都揣到自己兜里了，你不羞愧吗？奶奶，那是玛丽用自己钱在拍卖会上合法拍到的。她买画钱不都是苏家的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算她走运，花几十万就买下了那块廖河的地皮，那是她的全部身家。那地皮不是给了苏家当彩礼了吗？那是应该的，不然我怎么会同意你嫁给他？他一个一穷二白上门女婿，他的钱不都是你给的吗？奶奶，萧老夫人。您对马哥的误会看来挺深了，我马哥是为了嫂子才入赘的苏家，入赘前身家就已经过亿，靠着炒股身价翻番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用过苏家一分钱。你就是新贵萧家的掌权人萧然？我算不上新贵，我马哥才算是新贵，金融圈投资圣手 Alan 利乐集团董事长是。什么？玛丽是利乐集团的董事长？利乐集团董事长是爷。什么？玛丽是利乐集团的董事长？各位，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。今天的宴会啊，是我的恩人玛丽先生筹办。来，咱们共同举杯，感谢玛丽先生。十年前如日中天的利乐集团一夜败北，今天我又带着利乐集团回来了，除了继承我父亲的遗志，也要查出马家败落的真相，是恩是仇一一清算。恩人放心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一定。萌萌，坚持住，等我。好热呀，好热。萌萌，先坐下。萌萌，喝水。我不想喝水，不要给我喝水。我现在就带你回家。我不想回家。萌萌，你还清醒吗？我清醒，我就是头有点晕晕的，但是我很开心。我
那你看看我是谁？玛丽，你是玛丽，也就只有玛丽。我说过，对你，我势在必得。昨天我不是和萌萌？萌萌呢？你把她怎么了？放心，她现在可能以为自己出轨了，慌慌张张地跑回苏家，偷偷抹眼泪去了。秦墨然，你想干什么？三番五次的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会让你的忍耐无限的。别白费力气了，秦家秘药，先是神志不清，接着昏迷不醒，清醒后也会浑身乏力。你现在啊，想站都站不起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跟你复合呀，让你继续做我秦家的女婿。你这样有能力、有手段、有钱又温柔的好老公，很难找。真可笑！当初不是你自己强烈要求要离婚的吗？我看走眼了，谁能想到，当时的一个废物赘婿，如今身价几十个亿呢？我是嫌贫爱富，我是攀高枝，但我有资本啊！我漂亮又有家世，到最后所有人都会原谅我。这不包括我。我说过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跪在我的面前。玛丽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虽然我把你困在这里，又在外面做局陷你于死地，但是现在你一穷二白都没关系了，我要把你留在这里，永远的跟你在一起。苏林，她是你姐姐，你怎么能冲动打她呢？我怎么那么冲动呢？玛丽把我奶奶害成这个样子，我要让她牢底坐穿。你胡说，奶奶她怎么了？苏老太太呢？昏迷了一直没有醒过来。医生说是被下了迷药了，恐怕是以后饭也起不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还有脸问？啊！要不是你自甘下线找到那个废物玛丽，对奶奶怀恨在心，给奶奶下药害毒。不可能，玛丽不可能给奶奶下药的，玛丽不可能给奶奶下药的。妈妈，我是绝对不相信玛丽会做这样的事儿的。可是警察说。那个药瓶上有玛丽的指纹，他已经被列为嫌疑人了。不可能！你不要信口雌黄，不可能！铁叶正祖山。玛丽呢？玛丽她失踪，失踪了。什么失踪？畏罪潜逃，罪加一等。竟然毫无自尊。自尊算什么东西？毕竟我接下来要依照你给我赚钱，你别想着要逃出去了，逃出去也没用。你现在啊，是被通缉的谋杀苏老夫人的头号嫌疑人。什么嫌疑人？苏老太太被下药毒杀，昏迷不醒，一切的证据都指向你，而你呢，神秘失踪，畏罪潜逃。你疯了！我既然已经做局困住你，就不会像上次那样让你简单脱身了。用不了吧？没办法了吧？别白费功夫了，你昨天才用过预知的能力救了苏萌萌，今天呀、啊用不了了。你怎么知道？预知未来嘛，想知道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。
我说呢，你怎么离了婚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？原来是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你也应该知道，做的都是无用功。嗯，才不呢！既然知道了你这个能力，我自然会想办法呀。我们不跟你玩未来，我们用现实困住你，让你逃不出去。逃出去了，也失去一切。你们？不该问的，别问。你谁呀、啊？玛丽让我来接你的。他没跟我说呀。玛丽让我来接你做全身检查，他没和你说吗？他没跟我说呀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把嘴闭上！瞎子啊！不行，关，把枪拿出来！秦梦仁，我废了你！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，秦梦仁，我废了你！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听着，老不死的现在在我手上，从现在开始，每两天你给我用一次预知未来的能力，告诉我发财的办法。原来你们的目的在这儿，让我帮你们赚钱，我呸！你知道女生用的卷发棒吗？什么东西？卷发棒，高温，跟烙铁一样，肉都能烤熟。你要干嘛？你不按我说的做，老不死的就得烙上几个印子。你按我说的做了，但是没赚钱，也得烙上几次。妈，住手！我同意，我答应你们，帮你们赚钱。这就对了，这样大家都好。但你必须答应我，好吃好喝的伺候我吗？我还会好吃好喝的伺候你。清醒了吗？新的一天，你可以使用你的能力了。不要想着跟我耍花招，那边老太太也醒着，随时可以动手。不要干扰我。西陵五十四号电瓶，下面有价值连城。价值连城是值多少钱？几十个亿是有的。真的？嗨。入手西陵五十四号地皮，又要喝药了，玛丽。你这是中药还是香水啊？这么呛？这是我秦家祖传的秘方，用特殊的香料做的，你还嫌弃上了？又要喝药了。玛丽，你这是中药还是香水啊？这么呛？这是我秦家祖传的秘方，用特殊的香料做的，你还嫌弃上了？苏林不在，天赐良机。谁呀、啊？苏小姐，玛丽母亲不见了。见了？我从监控里看到一个人给她接走了，我把视频发给你。你要干什么？是他？苏小姐，你认识他？他死了我都记得他。他叫何大壮，
原来是林少手底下的打手，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和秦墨然搞在了一起。会长，我可以请您帮我看一下秦家吗？我怀疑和秦墨然有关系。好，放心，交给我吧。我天天跟个死老太婆在一个屋子里，都他妈快闷死了。哎，来，快让我亲一个。滚开！还有没有点正事儿？谁让你私自过来的？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还有就是。妈的，凭什么你跟个小白脸舒舒服服的就在卧室里面，我就要跟个老太婆在码头的渔船里面躲着？切，赖你一块儿真是恶心，要不跟他出去打发一下算了，反正钥匙我藏在画后面，谁也找不到。秦墨然，等死。只有足够疼，我才能提起力气逃出去。喂，嬷嬷，我妈被秦墨然关在码头的渔船里，你快找人去救她。你在哪儿？不用管我，我自己会回去。你先找人去救我妈。奶奶，您安安心心的睡着吧。毕竟，您这么疼我，为我受点折磨，甚至去死都心甘情愿。奶奶，您这么疼爱的孙子，竟然下药把您害得昏迷不醒，您这一生够悲哀的啊！不过没关系，我马立不明，我收拾了父母，我就能记住你。是吗？就这么一句话能证明什么？你和马立同样是奶奶的孙子，就正好说明是马立害死了奶奶。马立，你可真够胆大的啊，竟然敢出现。光凭这一句话肯定是不行，但是我早就在这间屋子装了窃听器，你这些天所有的秘密和塔罗的心声足够你进监狱了。进来。有事相求才罕见，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？下药给奶奶，陷害玛丽，你所做的一件件一桩桩足够丰富家的人吗？姐，是我鬼迷心窍了，都是我不应该跟你争苏家财产，都是你的，我不跟你争了。完了，苏黎。姐夫，是我错了，我以后不跟你们作对了。姐，我以后乖乖听话，我都听你们的，我不跟你们作对了。姐，索宁吗？跟我们走一趟。真的吗？玛丽，萌萌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是我。玛丽，是妈拖累你了啊。如今，我最真实的两个人都在我的身边，安然无恙，这就是最好的结果。你们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一定好好保护你们，不再让你们受到这样的伤害。萌萌，你怎么了？玛丽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他现在可能以为自己出轨了，慌慌张张的跑回苏家，偷偷抹眼泪去了。傻瓜，那天晚上那个人就是我，是秦墨然给你下了迷药，让你神志不清，记忆混乱了。真的？没错，我这几天也是被他在用这种药控制，是一种红色的药水。
红色的药水。我记得奶奶生病的时候也是因为红色药水，成分不明，但是香味很香。香味？神志不清。萌萌，那瓶药水你还留着吗？留着呢，怎么了？你爸爸出事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奇怪的香味。难道我爸的死是被人下了毒？难道我爸的死是被人下了毒？你父亲出事的时候很奇怪，他的车莫名其妙的乱转，鉴定说是他自己控制的。出事那天我去送他，还正因为他身上有股奇怪的香味跟他吵了一架。萌萌，你去把奶奶中毒的药水拿过来。好。记不记得其他死期？不记得。你可以问问萧然啊。你们俩好好穿一条裤子，他又是你爸的助理，有些什么异常，他应该能注意到的。萧然，就是这个药水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这个香味。是情史。马爷，马爷，爷爷就，爷爷，祖宗，马爷，求求你，爷爷，祖宗，求求你，救救我林家。林少，你还敢来找我？爷爷，祖宗，我知道您对我有情，我任您处置，只要你能救救我林家其他老小。详细说说。您上次车子之后，林家元气大伤，但是好在多年根基还在，所以断尾求生。就算是家族势力和产业大不如从前，好在一家人还能好好的生活。可是秦默然那个贱女人，她暗中抽逃了资金，用阴阳合同骗我们，现在事情败露，她全身而退，我们林家却背上了巨额负债。又是这个秦默然，他就是个蛇蝎。现在讨债的天天来到，我家一天都不得安生，甚至放言要再不还债就要绑我林家的女人。马爷，我实在走投无路了，帮帮我，以后林家以您为尊。我可以帮你啊，利乐可以给林氏投资，你们林氏缺多少投多少，但我有一个要求。您说。吞并秦家无论大小，但凡是秦家都去争去抢。您放心，就算您不分子，我也跟他不死不休。林少，我这么支持你，你要是还不能够吞并秦家，喂，会长，你说什么？萧家在西岭地皮挖出大量的古董，他们想一次性脱手，找到了我，我想请你来帮我长长眼。怎么会是萧然购买了西岭54号地皮呢？萧然之前莫名其妙买了一块烂地皮，这事儿啊传得沸沸扬扬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不过我劝你别接触这个。马爷爷，有点好东西孝敬您。这个是秦家的账本，我专门找人拍的。十年前，萧然找秦家购买了一种昂贵的药水。下去了。得嘞。萧然，害得我家破人亡的，居然是我的好兄弟萧然。会长，萧然那边呢？您先别拒绝，帮我一个忙。哎呀，少爷，哎呀，还那么精神呢，萧少爷哈。哟，李会长，
今天交易重大呀，怎么还带个外人来呢？肖少爷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交易重大，我请个人帮我长长眼啊，要不心里没底呀、啊。何况您这不是也带了一个外人吗？哎呦，什么人能比李会长您更懂古董呢？我可不是什么外人，我是肖少爷的内人。刚才啊，我看了资料，我最多出这个数。李会长怕是欺负我这个外行人不懂行情，这批货至少是这个数额，80亿。那咱们要签合同，走正规程序。李会长怕是还没搞清楚，这批货有多少人托着关系想找我买，但是苦于手头没有资金，我得分批出给他，我嫌麻烦，我才找的李会长。但是既然李会长没有这个诚意，那我想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哎，不签合同也行，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我最多出65亿，再各退一步我还承担风险呢。李会长果然是爽快大方啊。好，我他妈的报警，他妈的报警！是不是你们找了我风声啊？这地盘是你们找的，有没有地方躲起来？就这么一间屋子，上哪躲去？李会长，您是商会会长，关系网庞大，您快想想办法呀！李会长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栽了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！快想办法把警察弄走！哪想办法去？我从来都没有在李会长的旁边见到过这个人。您为什么会带这么面生的一个人来参加如此重要的交易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这是省里的专家，不好露面。你干嘛？我怀疑就是这个人报的警。你把口罩摘下来。秦某，来之前呢，我预知两次，每一次你都是必死。是你报的警？怎么，不装了？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了，一直在我身边装作一副掏心掏肺好兄弟的样子。是，我不装，我摊牌了。我从小就嫉妒你，你一出生就是集团的继承人，而我呢，就是一实习工。你可以嫉妒我，但我爸对你怎么样？他资助你上学，把你带到集团，一直重用提携你。那他妈叫贾青叶的施舍！我那天我不过是想让他下点药，让他神志不清，然后在会议上失礼，我好顶替上去发挥我自己的实力。谁知道那老家伙自己开车把自己撞死了，能怪我啊？我跟你无话可说。是你，你想杀人灭口，你想独吞财产。一定是你！你怎么脑子被驴踢了吗？你给我冷静一点啦！你现在不仅倒卖文物，还涉嫌杀人！我不能说。哎呀，你不要这么小心的，我又不是瓷娃娃。你现在可是全家的宝贝。可不就跟瓷娃娃一样吗？而且这还有我未来的宝贝女儿呢。你又乱用能力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早上医院给我打电话说奶奶手指动了，看来她这几年还是有意识的。医生说了，奶奶的情况有所好转，她现在在李会长的疗养院看护和照顾的都很好，奶奶一定会好过来的。嗯，怪我，当年做了那么多的措施。怎么会呢？奶奶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你们也是有感情的，不会怪你的。谢谢。怎么就唯一的亲人了？我彻底从苏家出名了是吗？苏林，你这是很明显啊，在外面打工。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怎么也没有联系我们？我哪有脸联系你们啊？在里面那几年想得很清楚，过去被嫉妒蒙蔽了双眼，做了许多错事，
没脸回苏家。只要你想回来，随时都可以回来的。奶奶这几年都是有意识的，你多去看看她，她也会好得更快一些。好的，姐。姐夫，植入的智能芯片可以根据患者神经元波动进行推演，让患者产生真实的体感和情绪。AI 推演的事件走向和结局，高度依托于患者本身的意志。